看看如今的钱顺风啊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红光满面，知道拥护啥吧？晒的。谁说晒的？我这么大个老板，我晒的。我跟你说，在我们小区刚承包了一个大工程，8号楼的装修，咋办的？啊？只要干完了，请大家伙吃饭，明儿就请大家伙吃饭。回家了。哎呀，哎，大姐夫，顺风啊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刚才是你在外边说话的啊？我说呢。哎，我听着好像你说这是请谁吃饭啊？请谁？请谁也不请你。顺风，哎，来来来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大姐夫，那个8号楼那个装修是你们公司承包的吗？嗯，我公司，我承包的。就你跟我说，晚上你们得有车拉材料，完了我们物业得盖章。对对对，拉材料的车得进小区啊，你得给我盖个章啊。那个章你还盖吗？盖了。哦，你盖呀？街坊邻居这章给他盖吗？啊，我明白了啊！刚才你听差了，刚才我跟街坊邻居们是这么说的啊，我说街坊邻居们，明儿我谁也不请，明儿我就请我大姐夫。街坊邻居他是这么说的吧？是。真吃饭啊？哎，吃饭。好嘞。哎呀，老头子，快点。干干净净的，咱俩收拾利整的，一会儿啊咱全家都上饭店吃饭去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一到晚上都饿这样了，你也不张罗做饭，你老说有人请客，谁请客啊？你还不知道呢？谁呀？二姑爷钱顺风。钱顺风请客啊？对呀。我先吃个饼吧。不是，你这老爸，人家顺风请客，你吃啥饼啊？我也垫吧一口吧。大米，你爷俩怎么？别吃了。你看干啥呀，你这是人家钱顺风说请客了，人家肯定请，怎么对人家顺风一点信心都没有呢？就是，真是的，你吃啥饼啊？我先垫一口。大姑爷，把饼给我放这，咋回事啊？啊，人家钱顺风说请咱们吃饭，你们都吃上了，吃饱了到那还吃啥？还吃啥？我告诉你，钱顺风第一次说请我吃饭的时候我还是小伙呢，我等吃他那顿饭，我得瘦成虾爬子。行，不管咋说，谁也不许吃。老爷，这回肯定是真的。昨天二姨夫老认真的跟我说，赶明儿请我们吃饭了。嗯，真的呀？可以，这身衣服咱去敷衍。得，没问题。吃饭。哎，我说，哎，顺风，大姐夫，真去吃饭呐？这么大个老板吃饭算什么呀？吃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怎么了，大姐夫？顺风！哎，这我对你刮目相另眼看。谁了这是？顺风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在我心目中你非常高大，是吗？你看看这个顺风，我对钱顺风要有信心，是吧？怎么咱们怎么的？吃饭吧。就是啊，老头子，吃。这回吃后悔了吧？咋的了？那行了，那我们赶紧去吃。走了。哎，不能先走啊？怎么的？我们不得一起跟着走吗？你们去哪儿啊？二姨夫，咱不要一起去吃饭吗？同学们都说到我们家来集合了。啊？同学？你同学到咱们家集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顺风。你不是答应吗？说请妞妞同学，还有我们一家，咱们都去吃饭去。对呀、啊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请你们吃饭了？哎，我刚才怎么说的？哎呀，陈顺风，你把我那饼扔哪去了？哎，陈顺风，这都几点了？对，来不及了。妞妞啊，没事啊。哎呀，不就请同学们吃个饭吗？赶明儿我请你们同学吃饭。妈，别着急，妞妞。昨天你二姨夫怎么答应你的？你说一遍。昨天二姨夫找不着车钥匙了，还是我和我同学帮他找到的呢。啊，对，有这事儿。昨天我这不着急签合同呢吗？在小区里车钥匙找不着了，正好他和他一帮同学从草丛里帮我找着了，怎么的？然后你说了啥？然后我走了，我签合同。对，说赶明请我们吃饭。我说了吗？我捋捋啊。
哎呀，我说了说了说了，赶明请你吃饭。我那意思就是谢谢你们。那你谢谢都说完了才说的赶明请你们吃饭，明儿不就是今天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告诉你，妞妞，你记住了，你二姨夫说赶明请你吃饭，不是今天请你吃饭的意思。那是哪天？那是哪天？这你得问你姥爷，是吧？爸，那个妞妞，你记住啊，你二姨夫说那个赶明请你吃饭呢，不是今天，也不是明天，他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。哎呀，行了吧，街坊邻居，你们还鼓掌呢？不就请顿饭吗？我这么大老板啊，我缺钱吗？哎，想当年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？你，差不差钱？别废话了，你赶紧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啊！你解决不了，我跟你说，咱俩没完啊！行行行行，看吧，你老公没问题。来来来，大姐吧，啊，我实在是没时间啊！来来来，拿着这一笔巨款，啊，抠死你得了，就给50啊！请孩子吃饭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再拿着这一笔巨款，丢不丢人的钱顺风，那逗吗？一会儿人家妞妞的同学都来咱家呀！行了。100块钱不少了，你听妈说的，100块钱不少了，100块钱买包子吃不了，一天都吃不了。你这100块钱要买咸盐，一辈子都吃不了。刚子，刚子，刚子来。啊，干啥？你看，牛奶，咱们这么一家子人，这100块钱不够，不然咱垫上吧。啊，不用，你放心，你老公我能收拾他，交给我。没事，你看你老公的啊，是吗？来来来，过来，没事。哎，大姐夫怎么的？就进门车那个章你还盖不盖？盖呀、啊！我最近添了点毛病。啊，咋的了？就晚饭吃不好啊，容易手抖，没有劲儿。我拿不起那章了，我拿不起章，我就摁不下章。媳妇儿，我输了。媳妇儿，我赢了。我有办法啊！我有办法让你有劲儿。咋的呢？有劲儿不？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大姐夫，哎，我就这么点钱了，你顶多给我花3张啊！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使劲花啊，别给我剩下啊！赶紧的，这都几点了？不行，先走吧。哎呀，这么多钱呢！爸，点点菜吧。啊，那我就。点个我点个硬的，盼望已久的啥？我最想吃的海鲜。太好了，你说吧，拌海带。哎，我点个三鲜行不行？芹菜菜蘸大酱。哎，山珍海味都点了，那我点一个外国的吧。啥？大酱汤。你们仨能不能点点硬一点的？闺女，点个硬的，点个响亮点的。对，嗯，那我点个。爆米花，这点的啥菜呀？这还用点吗？我在家就可以做。我跟你说，爸，其实啊，咱要他这钱呀、啊，咱不是为了花他钱，你知道吗？咱就是为了要教育教育他。这钱顺风有时候满嘴跑舌头，对啥都说，老说赶明赶明的，这不行，不行不行。这么着啊，咱今天啊就在家做，好不好？但是等顺风回来，咱得说这钱都给他花了，吓唬吓唬他。好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办了。行，行，行，来吃面条，好吧？啊，哎，嗯，哎呀，点一回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吃什么吃？那张总根本就不记得今天吃饭这事儿。啊，大姐夫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吃完了？我都快饿死了。这张总也是，昨天亲口跟我说的，顺风啊，赶明儿我请你吃饭啊。哎，今天我去了，他给忘了。不是，你不是也经常说赶明儿赶明儿的吗？我说这个赶明儿是我的口头禅，顺口溜。这张总什么身份的人呀、啊？他不能胡说呀！顺风啊，我听明白了，你们那个张总说的那个改天啊，跟你说那个改名啊，是一天。啊、大伙告诉他是哪天？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。开演唱会了，这都。
哎呀，大姐吧，哎，那个，你点菜了没有啊？我们点完了，顺风，我跟你汇报一下啊，哎，我们都点完了，点完了，给我们两口子也点一份呗。对呀，啊，哎呀，饿了，那不行了，咋了？没钱了？啊？没钱了？没了，一分都没了。哎哎，我给了你，哎，这么有劲儿。啊，没了，没了，因为我们你看，这都是有劲儿的人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点的啥呀？点的啥呀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 啊。我们先点了几个开胃小菜。对，澳洲鲍鱼四只。等会儿，蒙我呢？四只鲍鱼，你这么多人啊？就是点四只，那你不识数啊？我不识数，一个人四只，我们五个人四五二十五，我识不识数？太识数了你，那也不对啊，那钱也还有呢，花不完呢。澳洲龙虾四斤，四斤的龙虾怎么的？哪儿找去？定制的。那也不对，那还剩钱了，还螃蟹八斤的螃蟹，八斤的螃蟹几只啊？一只，一只螃蟹那得多大个啊？就你这个扔的，那啥蟹子那是？帝王蟹。大姐夫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还帝王蟹，你见过帝王蟹吗？我的妈，师傅，我还没见过帝王蟹。帝王蟹我见太多了，就是有刺儿，完了爪伸得很长，帝王蟹。哎，姨夫，我爸都是在我那看同识字上看到的，我爸刚看到的时候还以为那是条大蜘蛛呢。露馅了吧？什么？快把钱还我！不是，把钱还我！不是，这还什么钱？那钱真花了。啊，点菜嘛，头一个就是我点的海鲜。啊，我天哪，爸，你点的啥呀？拌海带、青椒菜、大酱汤、爆米花。蹦！就这四样菜才是我们家点菜的水平。怎么了？咱们家点菜的水平啊？那我们家人没见过，你就带我们去吃一顿不就完了吗？放心，赶明儿我请全家吃。又来赶明儿了。快快快，把钱还我。顺风，钱在这儿呢。一分没少，你放心吧，还给你，赶明儿还给你。行，谁让我求他呢？那我那个拉料车的章，你给我盖了啊？没问题。哎，赶明儿给你盖。大姐夫，你不能赶明儿啊！今天晚上我这车就得进小区呀。哦，你也不愿意听赶明儿啊？啊，顺风啊，来，钱拿着啊，不会花你的钱的。另外啊，就你那章，你只要符合规定，能不给你盖吗？对对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借这个事儿我得说说你，你这满嘴呀，别老赶明儿赶明儿赶明儿的。你跟大人之间说吧，好，人家还能理解。你说你跟孩子说，孩子那么小，他那么天真，他可真当真。大姐夫啊，我听你一席话，我茅塞顿开了。真的真的，嗯，说真的，我明白了，嗯，就是口头语是口头语。但是孩子他会当真的，是我改啊，对不起啊，妞妞，我改，我一定改嘛。二姑爷啊，哎，妈不是说你，是刚才你说把我外孙女急哭了都，嗯，你这个毛病得彻底改。我马上就改，爸，你监督我。你要不改呢？我不改，我明儿请你吃饭。又来了，你可真行啊！那今天咋办呢？没事，这样来，孩子你过来，你现在就给你同学打电话，把他们都叫咱们家来。咱们呀，给孩子们做一个家常菜，好不好？好，打电话去。来，别说了，赶紧动起手来。来，我来。哎呀，我请客。来，四五十，赶紧买菜。